这个礼物都交出来了哈。结束。好。你看孟国乐的，王孟国，孟国你怎么价值1000块上啊？顶级的，但是你要用这个东西，就是顶级，而且是我们交换礼物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我要看着你女儿的感情。不会，真的啦，1000块，靠腰，什么靠腰？定，这顶级耶，这我有在买，顶级的呀，最好最好，对呀，真的。这个，老大的嘛。我的不适合你们。好，可以哦。真的吗？嗯。已经小占空间，好不好？嗯、对，这个东西跟 Nike 没有关系，所以你不能抽的应该是李杰瑞。啊，把那个点好的向前抽，抽完下去点。我们再一个。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们再一个 OK Google。OK Google。今天天气如何？他之前也可以跟他讲话。对。你要先弄完试试看。讲个笑话来听，然后就你就是笑话。当真的，不是，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举不住，终于收手哎，为什么？好，给老哥一个机会。我觉得我们有开车的人比较适用，他可能收到一个正品，而且丢也不是，不丢也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都是消息，对，有些花不是。香蕉哦，很元气。充电器，是不是充电啊？充电，乔克，连烟器，这个我做的，这个我们公司做的。这个是真的还是原制笔之类的？你的墨水笔啊，墨水笔，它是好处理，包装拆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笔啊，你这个笔啊，哦，好的，它可以用，啊，可以，老哥可以用，老哥可以用。李杰瑞的是不是？你们有看过的直播？5块，3块，有没有看过的直播？哇哇！哦，我一个朋友前几天从日本回来带了送，他另外一个是你们拍片商的，也是我那个在场的妈妈。经典蔷薇陶瓷全能锅，不错吧？不是有在煮鱼汤，这很难煮。什么？这是七个，你可以打开分给大家吃。饼干啊，烧火鸡。这个周宇，我跟你讲，啊，我的有一点年纪太小了，可是我的高级啊，就尝试的，好。就一下他的，对，对，适合你。我们不是去年是那个阿波无线滑鼠，蓝牙无线滑鼠跟那个什么，然后拿去坏掉。高级筋膜枪，静音那个，真的是筋膜枪啊，颈挂风扇，对，筋膜枪。他说谁要啊？要起来吗？还有柯宏玉终于有笑容了，还喜欢吗？在那边。OK， 小心这些叔叔阿姨会抢。说话。对。对。好不好？姐姐要如斯葵啊！好不好？是穿卷哦。先垫垫分量，不是重的就好。请问，哇，如斯葵，跟你讲，吃剩的牛排一块。得了的，单份是花了150000多才获得的一个赠品。你有一年还是300多万的赠品？我去年宾士杯，我去年那个金融杯张景晴下雨而归，我哇一杯。咖啡是副赠品，咖啡包，咖啡包。
跟你讲不得了了，什么 Ferragamo 的包包。哦，那个因为商务舱送的，台北巴黎15万6000块来换一个那个，不错，跟家里那个一样，对，15万多哎，还换一个哦，全厂制的啦，救苦救难，救苦救难，救大家嘛，我要选一个好便宜的。好，年纪轻轻的不要出来骗人哦。对，我跟他说我抽他的，最好不要害别人。我觉得我的礼物比我哥好很多。哇哦，全家大那个国语爽，我跟你讲，我关心到，怎么不抢我那张？我跟你讲，你拿起来，你已经拿起来了，双手捂尾哦，好，捂尾哦。对啊，但是只做一下就糊掉。不是冲浪吗？保温瓶，这不是保温瓶，好不好？这不是保温瓶哎，那是什么？哎，表弟呀！表弟呀！我也是啊，我也是。好，我们下次可以用这个丢你，是不是？对，给俊安打他。是要给俊安的啦。丢人用的。对啊。我很准的。对。他专门砸。你选小印的吗？这个。礼物很圣诞，在场所有的人，你可以去行用，你也可以低烧不用，你可以24元。卫生纸。这很好哎。叫你选小印的，你就选小印。把你打开了，没办法。手摇饮的时候可以省5块哎！哦，省5块，对，真的。饮料跟家庭很方便吗？而且8碗绝对够用。牙膏比较好吃，对，牙膏比较好吃。而且我刚发现里面有一个超高级。哎，那我们为什么想到是你？因为我刚才一 Google 不得了，第三个礼物是脚，真的很高，真的很高，真的很高档。那你们教我还是？哎，你没讲前面的。他的适合你们家，我们适合那个比较适合。你也可以选我的啦，适合你的。这个是谁的？这个是他的。这个呢很大，然后这个天气非常好用。雨衣有。毯子，加件衣服。下好雨伞。哎，赶快看一下。好，报纸。报纸。蛋黄哥哦，是蛋黄哥哦。交男朋友之后可以一起跳。有眼光的礼物呢，每年都是一样，都是有用心的特别。我想不起来。要700块，不错，有这个，对，什么东西？好适合你哦，好适合他。我跟你讲，最高级的就是这个，什么？它是潘朵拉的梳子。哦。潘朵拉不是红酒吗？这是什么？没有。潘朵拉不是红酒，代名代言的。哈哈哈哈哈。红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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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点是我每天自己都在用。你猜什么？所以今天这一组先给有缘人试用。什么东西？洗手液。哦，要洗。酒精棉。哎呦！好险！好险！善存哎。啊！张锦旗，张锦旗，你好，你三思哎。它是一亿的啊，益生菌，一样东西里面
他不能吃，他不能吃，他不能吃。他是二十一亿的资产的一部分的一部分，二十一亿资产。那个啦，股东会的证明。他适合做生意，有开公司的人。然后他真的就是三思啊，说要赚钱要跟生肖对，但是不一定会来，会是有可能只生了小孩没有赚钱。哦，就说做生意的，对，什么？哦，血碎石啊！哦，贯通石，我本来要是 OK 的，我是输掉朋友摔出来，我关节石啊，血碎贯通石，张晶晶的肾结石呢？可以，然后放在内裤里面，就会贯通的。你今年无望了，谁不用比呀？是讲谁？我这个牌子呢，是我们从小都知道，从小乖乖，对，心花怒放，小孩也都知道，两个都是都知道的吃的，但是他是不用，防晒哟，这是什么？沐浴露，沐浴露，看他的牌子，上文。羊乳，嘉南羊乳，好不好？来，可以，恭喜！那我的也适合你吧，也可以，你可以拿去送小朋友。那护手霜，老大的是，已经你眼睁睁被抢走了。真的，我就是那么好处理，小包处理就好了。那不然我们抢牙膏。牙膏，吃酸锭在哪里？你又可以抢两次，对不对？两次。护手霜被抢了，第二了，真的是我的了，被抢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竟然没抢，很爽哎，我还好不是很妙哎。五星级大饭店，艾美 ，W 异态，呈现异态，酒啊，不得其所，真的是正。怎么可能？等一下就会喝掉了。这谁的？里面有两样东西，然后两样东西每天都可以用到。男生女生都可以。卫生七号，可以帮你拍张照。对哦，刀叉拍照。亚太的，这个以后买不到的，这公司都被买走了。亚太电脑，亚太电脑，对，大家都可以用得到，适合小孩。都是适合他有一个，他跟那个碗很像，对啊，不错啊，一组啊一组啊，他跟大 family， 你那些少女心一分发吗 ？family 从一个少女心分发，马克杯啊，我平常在变装的时候可以用，我的也适合你们家啦，藏这里的这个。我的现在连大厨都吹不灭了，真的，怎样？真的很有戏的。